黨旗暨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恭讀總理遺嘱，恭請德隆行代表張文龍先生。國故遺族，如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即四十年之經驗，深知欲達到此目的，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。現在革命尚未成功，凡我同志務須依照如所著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、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。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尤需於最短期間足其實現，事所至足。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宣文。请各位嘉宾就座。